有。这个人看起来是像你在复习。我在帮你搞呀。我也跟着你，你说的也没错，我跟着你一起复习一次。我这个是这个，测新测的测是水部啊。嗯，好，一字一分，所以扣了。南郊比西盛开，表写梅，你的梅写错了、啊，这里梅里面只有一横而已，你写了两横，我这边放大给你看。哪个梅？我特别写大一点给你看，里面是一个，上面是一个甘，甘蔗的甘。我今天特别放大，里面变两横了，里面只有一横，看到吗？嗯，智慧，智慧，没写错。上面不能凸出来，我不算你错，但你遇到的时候不要把它凸出来，好不好？注意一下这种小地方。这个最好笑，由于水灾，田地出现干地。由于旱灾。为什么水灾田地会干地？干不是应该农作物烂掉吗？为什么田地干地？再错一个字。都是水灾的田地还干地。然后呢 ？b b p， 然后圈圈叉圈，圈圈叉圈，叉圈，然后叉叉圈叉圈叉叉叉。圈叉圈叉，我想着叉写圈这种最讨厌。然后照样写，一份真诚且温暖的心，一张用心且认真的卡片，一颗高大，你的颗一个果，颗应该是一个果一个。这个是很可惜，我看着这个写这个，哦，看着我看着我看着这一题写这一题又写这一题。孝顺是从古至今的道理，要好好做到。好吧，算你对。每当下雨，我就在家看书。句号又不见了。嗯。你的句号，标点符号又不见了。这种最可惜。一三一二，不是一三，勾勾叉勾。一三，勾勾叉勾。好。就是最后一回后面的。圈圈叉圈跟勾勾叉勾。扣一，扣二，扣二，扣五，九十五。好，这是四年级下学期，也就是四年级最后一次的复习。对，明天评量，那明天就要期末考了。考完之后。不是最后一次，明天还有。哦，对，还有我说国语的最后一次啊，那还有英文，明天还有英文跟社会嘛？啊，国语的最后一次。明天晚上我不知道写英文啊，社会不用写，哦，讲错了，数学，明天是最后一次数学，哦，很好啊，你自己要比我清楚的，就是你要弄的，你要复习的啊，国语九十五，哦，复习九十五，来订正，啊，帮你改，英文还没写完哦，英文还没写完哦，对啊，嗯，那我自然已经改过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自然九十四。自然后面还有吗？没有吗？其实有一个你没有帮我写答案。哪一个？这个你没有。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错啊，我把它涂掉了。好，自然九十四。那英文，英文要听力，要用手机。我先不排，等一下再继续啊。好了，我们英文也听好了。来 ，Final Review， 第七回。最终。对 ，Final 就是最终。你想看听的。好。左右左，三一，然后哎不对，三三一二，三三错一题，一二，
等一下再看，先一次改完。3312，然后下面是31，三一在这里。然后，连看。好，对。然后 ，I want a hamburger and some milk. Hamburger and some milk. 空格要空明显一点，这个 R 跟 A 中间空，我知道你有空，再空宽一点，不算你错。然后 ，No, I don't. I like bears. Bears. 好。然后 ，I want some water. W A T E R. 好，没多对。然后读322，很好。好可惜啊，差一个就100了。到底什么？读一读，选出正确的答案，只错一题，扣3。I want A 说 ，What do you want？ 什么意思？念一次。你想要什么？你先念。你想要什么？先念英文，再念中文。What do you want？ 好。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 ？B 说。I want a hot dog。我要什么？不是应该吗 ？I want a hot dog。你看有没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太坏了。念完整。I want 什么 ？I want hot dogs。好，所以应该怎么样？不是一个。所以一就不开除，还有 S， 对不对？对，排除不可能是他。A 是那个 N 是 Apple 的那种 A E R U， 所以这是什么？还 five 是五个，所以答案是5。哦，97。不错啊，听力都对了，97分。看一下，英文97。你的模拟考、复习考在学校只考了78，啊，平量7，在家写的97，在家写的你几乎都90以上了。在家有没有压力吗？好了。在学校错了就没了。节庆的你要写吗？节庆的就算了，没时间了吗？嗯。节庆的就算了吗？已经10:40了。再写。对啊，就准备休息，对啊。你这个就带着，然后明天考试前拿出来，把自己错的都看一遍，好不好？尤其是英文，英文今天，还有考卷，考卷拿出来，考卷，你的复习考都发回来，对不对？这个考试前要拿出来看一遍哦。你像这个国字，这个印，写错的字，这两天真的很辛苦，因为楼下在装修，一直装，我们都。回到家都一直这样被装饰，其实精神上面消耗很大，很累，大家情绪都很低落，很不舒服，没办法好好静下来休息。不要写错字，你这个考卷考试前要拿出来看，你知道吗？那数学的话，爸提醒你重点是什么？有表格的一定要记得填，你有时候表格空里面都不填的，知道吗？不要多减少减。对啊，只要多点时间，你都会写，然后字写清楚，看清楚。他问的。计算的话，我可以，但是对啊，但数学不是细心度了。数学不是只有考计算而已，他也要看你的。考细心。对。数学主要是考细心。好，尤其是英文，英文考之前拿出来把这个平量跟你的复习卷看一次。哦，复习卷这边最好有空的话，这边有空白练习写一次，这几个写错的。Hamburger。我习惯在这边喝甜的了，不行，要喝水。我今天还要抱着冰水看。好了好了，考试明天加油。这些全部都要。爸爸，你吃甜的东西。这么多。爸爸，你想象中的厚啊。但是不用全部看，挑重点看啊，挑你写错的地方看就好。爸爸，这个鞋不能吃甜的东西。睡觉前不能，会让你很兴奋。要睡觉了。你看，已经10:40了，放大。10:40。好了，拜拜。